不听指挥，不听举牌。哎呦，
是国道收费员呐、啊，不是，我想知道你们哪一位是国道收费员？你们哪一位是国道收费员呐、啊？我们到29号投票之前，我们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场合，有机会，好，不管来跟蓝营的候选人，或是支持蓝营的支持者，或是说刚刚提到的这些参加蓝营游行、参加蓝营竞选场合的这些峰会，哈，进行更多的对话。我们来这边，有人会说哈，会质疑我们，你们是不是绿营派来打手？很抱歉哈，当时陈水扁在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，他废公差，我们这些人就是追着陈水扁打的人，我们一直是跟弱势工人站在一起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对着连胜文，为什么对着国民党？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执政党。不管是要解决国道收费人的案子，还是华文工人的案子，还是攸关之后公文的相关的法案，他们是最有资源而且最有可能来做改变的政党。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来找国民党。前几次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都会被他们的支持者把我们打断，叫我们滚开，甚至叫我们去死。今天早上我们在中正二分局已经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不会因为这些威胁或是因为这些暴力而退缩，因为我们已经退无可退。我们只有在这个时间，我们才有办法让社会大众、让媒体、让这些忙着竞选的政府高官看到我们劳工的议题。我们也希望谢谢蓝营的支持者可以花点时间了解劳工的议题，希望你们可以帮忙。